拆除工程现场指挥部发布公告称，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施工，赛格广场大厦桅杆拆除工程现场指挥部发布公告称，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施工，赛格广场大厦桅杆顺利拆除。2021年5月18日13时50分许，深圳市应急管理局值班室接报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赛格大厦出现摇晃，当日深圳市应急管理局发布通报，经我局查看并分析全市各地震监测台站数据，当日深圳未发生地震，赛格大厦摇晃原因相关部门正在核查。2021年5月19日上午，深赛格在公司官网发布公司关于赛格广场相关事项的情况说明，深赛格表示，赛格广场发生楼体晃动，该事项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福田区接报后，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区相关职能部门一组织专家到场，对大楼安全进行检测，经专家初步检测排查，大楼周边场地未见地面开裂情况，未见幕墙板块脱落损坏，其他相关具体情